没有没有，保险箱也剩一点，用掉了吧？用掉用掉了。还有一组，哎、欸，我有，我有三十，我给你啊，双刀流哎、欸，啊，久违的双刀流，你有三十、啊，那个那来帮忙好不好？你要买什么？钱还是？炸弹啊，炸弹比较快、啊。他拿我的那个剑。哎、欸，有干掉干掉。有的话可以去。另一个不行哦，我黑黑的，有在炸弹，有在炸弹。哦哟，是幽灵水母那边的、哦。你在哪边？你在哪边？分析。我们在幽灵水母这啊。好、欸。幽灵水母小心。他也在举盾，他也在举盾，要射死了，射死了。先挖一点的好。掉出来哦。第一个掉家里。哦，好，我看到你们录了，哇，好远、啊。这我有点没办法啊，我快饿死了。怎么那么多人？这边你有食物吗？没有。啊。你在哪前线吗？我有买过吗？这个很强。我在我们的复活点。哦哟。一直在射。丢给你。看来之后突发力量了。这样，你说挖矿吗？就是，对我跟繁星在做。有一个三个军门的标，打啦！那个圣母梯啊！啊，我被卡了一个点阵。啊，他死了耶！要干掉，干掉！需要帮忙，需要帮忙！你在哪里？在右边的龙眼的岛的洞啊！快死了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，死了！我看不到你，看不到你。前面龙。就是啊，前面下面，对，哎、啊欸，杰克，我们一起去，大狙入侵的，哎、欸，点名哇、欸！那杰瑞，你有炸弹吗？有三个，我刚刚在那跑了。来，你给他机。杰克，我们偷偷过去。我们很难偷偷过去吧？有钱的剩200了。嗯，那边别了，李飞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进岩浆啊？哎、欸。你干嘛？你啊？到底要怎么走过去？他是米菲啊，他是米菲、欸，他是米菲，对，他是米菲。你们有没有要挖中间的？中间要有喽。好，来，扣的没那么多的。哇，扣的是不是？没那么多了。他把自己关起来了。你要劝导他。不可以，你要劝他开门吗？劝他开门。我发亮了。哎、欸，小心，那个很强，他克力量。干嘛？哇，有，他因为克力量才发光。嗯。哎呦，底下有一个人哦。又掉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打不到那个刚是逃跑的那个？死！哇，聪明，聪明！哇。哇，下去吗？右手变有了。哎呦，顺走了，他顺走了。顺走了。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哇，500分，500分，关键500分。哇，拉开了，分数拉开了。哎呦，炸弹！拉开，好饿啊！差距，好饿啊！对。那我买食物，买食物给大家吃。对，有钱的买一个食物。你也可以买一个。想上来，来，有人又对龙岩快，感觉想要无敌光。想干嘛？下去。我来免洗。用完了16加三个炸弹，他是不是也是无敌啊？他无敌，他刚开无敌。啊，对，永远在下面吧。后面这个，闪电盔炮，闪电盔炮。快死！前面那个的车很强。你们后面有两只 creeper 哦。哦，有射杀，死了。那我们熔岩下面有一个举盾的，熔岩快底下有人。对，有一个，他一直在跪着。我先走了。他不知道他发光吗？欸、没有，他因为被我卡在那里。闪电颗粒发光。可以吧？桥那边。他无敌哦，有声音。跳，他走不掉。我。你要吃的吗？好啊。而且你的国王很穷。真的死了。我不能捡，不要给我捡。有捡了就东西就不见了。哇，喷什么啊？哇，这是爆弹是不是？爆弹。对，阴险。毫无三裤子，强力二的弓。你们是有些见识啊！升一下，我也想升啊！呜，通，我看一下你的钱。哇，你付好多啊！哎、欸，你们都差不多了，都不可以打，哎、欸，小心哦！来回炮，回炮，有亏炮！哎呦呦呦，我直接被炸了！死了！你的，哦，我看到，还好，你可以捡到，哎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捡到了，啊，我是先炸个岩浆块吗？有一个，等，呵，有一次，都是啊，我现在才有盾牌。
哎、欸，装备掉的有办法升就把它升回去吧。你们有人剑？对、啊，不然你们那个小雨弓我捡到，可是剑石没了。哦，没关系、啊。你可以弓来去用、啊。家里有食物吗？家里放一箱。放一箱里，我记得还有一些牛排、欸。放一箱我有放一些。小雨弓我放保险箱、啊。好。你要跟我去打幽灵水母吗？有人入侵。等一下哦。哦、我先拿盾过来哦。水中呼吸都不要放进去。家里门口，门口很多人。岩浆中呼吸。在岩浆中呼吸。没有食物啊。家里大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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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。你们要牛排啊？家里大厅有人。有，大厅有两个。哎、欸，我还在应该走不了。打了。死掉了。What the fuck？ 射死。门口一堆人了。超多人呢、欸！火焰弹，已经够那个了，还丢火焰弹，丢什么火焰弹？那个都爆炸，丢火焰弹真是哦！还想丢我药水，你丢大了！还想丢药水，可是丢我！你在言语规劝他吗？规劝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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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！哎、欸，我把他杀掉了。后面要进。言语规劝不是这样的。我有言语规劝。啊！龟先死啦！那个有一个发光的，打200上，我上那解决上，还有炸弹哦！没看到他、啊？哇！狂掉！哎，不要离！我在楼上没事。没有，我在看幽灵水母。哦，怎么？幽灵水母，他有在挖吗？有看他在减少吗？没有听到、哦，嗯，没感觉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一个人在画画。你要劝导他、啊欸那個，你要劝导他，你要去哪里？打他！你要去哪里？用揍的，不可以。对，你要拳头。对啊，你要射死一个。真的吗？拳头教他。好。你表现吗？二零，你的剑是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哇塞，好痛！给你。什么？哦。你要射死。哎，好多东西哦！耶！光换人了，杰瑞，杰瑞，小心啊，杰瑞！我走！很苦，很小心啊！所以说他们国王也在前线喽、欸，有可能哦，糟糕！OW 一，有没有食物？刚食物喷了，现在跑去哪？保险箱没有了吗？嗯，保险箱没了吗？我先拿。我们穷到连东西都不能吃、欸、好可怜哦、喔。对啊，你要吃的吗？我这还有。要珍惜食物，要把所有食物吃光。我们发光喽！好、啊，怎么又发光了？丢一堆火焰弹，射死我！耶，我们也发光了。哎、欸，国王哎、欸，国王、欸、不是国王，看错了。国王说还想免洗。你被你的妆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的中掉了，升不了啦！哦，没钱了，没钱，整个国家都很穷困了、啊。最有钱的是你哎、欸，最有钱的是哇哦，真棒！你要食物吗？我多买一点，你买一点放那个，尽量买，好，多买一点，尽量买，买起来。我也要，我要当麦克。哎、欸，小心，你要被炸了！干什么？我只是挖个龙岩块而已。啊，没见识了！哎、欸，正好这样龙岩块就不会被挖到、欸，哎，正好有大麦克了，有大坑。耶，剑士丢掉，有钱吗？我放在一楼有一个箱子。啊、有钱，有钱。好，换剑士，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钱。嗯，还有一些钱，都可以用。钱啊，是啊。我的钱，我要发大财。这什么歌？重重危机啊！重重危机那个团长说的唱的歌、啊，团长唱的歌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扔药水。哎呦！哦，下去了。哦，有人是底下他们人扔到他们的幽灵水母上面吗？对，火焰阵。我一直挖，我的负债一直变多、欸，哎，我好难过。越挖越少，越挖越穷，是不是？越挖越穷。我们底下有一个人，我们家里有，哦，家里有活尸。那是活尸，底下根本不晓得想干嘛。对，底下有一个，底下有一个。挖矿是谁？你后面他是锁链装，他锁链装。钥匙前面有人哦。
干什么啦？挖个东西不可以嘛？一群人过去找他了。他为什么不会动啊？那个卡是不是？他假装他是活尸，你就看不到他。我就是他假装活尸。那我也要去当活尸了。啊，你是啊？什么？我是啊。我只是规劝他们，我没有打他们呢、欸。哎呀，难怪他一讲话要不，有啊，他刚刚是哈基，那不像是被杀的声音啊。好了，好了，丢个火焰弹，我吓死了。没什么救了。哈基，好，哈基是同一个，跟他一个笑一个。那个笑脸趴吧，真的，直接笑到脸趴。直接笑脸趴结束，笑歪脸趴。笑歪，笑歪，笑歪脸趴。哎，干什么？我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能点？对，我点点点，为什么不能点？就他，就下去。哎呀，刚为什么不去？我炸很多在他屁股。我也有，我也炸了，我也炸了。哇！一起死吧！也回来了，掉下去了。哇！我也一起死了。哎呦，他中没了，他中没了。你有装吗？我是全保二啊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呀，地狱门地狱门地狱门上一个，捡别人来的。地狱门地狱门，我们吗？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，我们地狱门有人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坏坏啊！哇，什么东西？他无敌他无敌他无敌，可恶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们地狱门。哎呀，怎么这里有人？耶、yeah.。我已经不是有在射他，我在射他。以前的我了，以前的不是我已经不是国王了，为什么要？我要干掉干掉干掉，没事没事。时间到了，无辜啊！耶！耶！第三天逆袭，哈基已经变皮革。繁星，你怎么都没装？直接不买啊！不用买啊！你看你买上去钱还是省下来啊？买上去精打细算，精打细算。白痴，他们一直在那扔烟雾弹的啊，超白痴。收工，结束，结束啦！结束啦！送头王，米菲送头王，送头王又是米菲，我劝的，我是劝导王，规劝劝导，规劝规劝，规劝大家，汉堡王给劝导，规劝王，白痴。结果后来书柜有用起来，然后没人付了，没钱啊，还要钱好不好？有钱的想法真是听不懂哎，才两三百块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有个成就叫空岛赛。我们那时候付到四五百块啊！真的，对啊，整个国家都缺钱。他们一直有人在用巫术啊，没办法。而且那时候还记得，我把钱全部都给了一拳，只是想要求个锋利一、锋利二，结果到结束比赛都没有。那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投资一拳绝对亏，一定亏。对。嗯，然后杰克还直接给我，不用投资就有，对，以后要选择对人了，因为他是唯一有钱的人，是吧？掏光家产投资给你都没用，这条绿宝石哎，休息休息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米菲好玩吗？好玩啊。看得懂怎么玩啊？看不懂啊！知道玩什么吗？只要到处冲就好了啊！到处圆规圈啊！圆圈就好了、啊，圆圈大家就好了、啊。好了，休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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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果然，这个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投资一拳一毛不回，完全投资失败，一块钱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感谢杰克，还好有杰克，至少让我后期有一把武器，嗯，然后还有一把弓可以玩。不然什么都没有，大傻眼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。喜欢的话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，也别忘了11点半还有正义猫猫时间哦。那么我们下回再会啦，拜拜。